专注的神情，坚定的眼神，不疾不徐地瞄准射击。这是成功国中射击队选手所展现出来的魄力，在全国射击锦标赛中拿下男子团体组的第二名，这也是成军一年多来最好的成绩。全力以赴啊，就大家都很认真，看到队友打不好就过去关心他，然后问他有什么状况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是怎么打好之类的。其实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不了解他所耗费的精神、体力、耐力。他是胡维君，他是林子杰，他是张尚维。三位选手每人共68子弹，105分钟内完成射击。成功国中以总和成绩1607分，和第一名2分之差拿下亚军。在这些过程里边啊，点点滴滴当然有辛苦的啊，我想呢，都是他们的付出，因为他们呢，自己有了一个目标，到最后啊，就是啊，朝着呢啊奥运会啊去前进。县府对体育项目相当重视，补助52万，要给射击队添购空气枪。这次全国锦标赛成功国中拿亚军只是个开始，期盼能够带动射击运动能在新竹县发扬光大。